再来就是说哈，如果我今天按一下那个订购，那我希望能够帮我把它存在哪里？存在一个，记得这个地方请各位自行插入一个工作表。工作表名称的话呢，叫做销货明细，哦，销货明细 ，OK， 好，自己打上去哈。好，然后呢，上面有八个栏位，那八个栏位的话呢，我帮各位放在这里，所以你直接怎么样，这样选起来，好，啊 ，Ctrl C 一下。好像比较快了，不然到时候你要自己打那些字可能要打很久。OK， 好，那就直接怎么样，把它贴到销货明细的 A 栏，然后这样应该也可以贴，贴上去了。那格式我看把它拿掉了 ，OK， 这样子就会有八个栏位，那一个萝卜一个坑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等一下的话就把它放过来。那放过来的方式我最早是用阵列。什么叫阵列啊？就是说先把资料先放在阵列，阵列有点像记忆体的一个表格啦。那我先把它放在记忆体，然后再把它搬到这边放上来。可是后来我发现好像放上去再放过来，那为什么不直接放过来就好了？所以后来我改了第二种方法，就是直接放过来。那差别只是说从哪一个 cell 移到哪一个序齿，移到哪一个序齿。那你要知道哪一个为主。为主的那一个，比如说我现在已经切过来，那个 sales 前面就不用加序子，因为它本身就是它自己本身加自己家里嘛，就不用再加，我家是什么什么，你已经在台北市，你就不用再加台北市啊，谁不知道你在台北市对哈？那就不用再加那个名称了。那可是你外县市的话，那比如说像外县市，它就要加什么序子、刮胡销货单或者刮胡一啦哈，它才会知道说哦，你的资料在这边。然后就把前面的资料搬到这边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放过来，包含什么呢？包含这个，订货日期、到货日期，然后假设我今天还需要哪一些呢？客户编号、名称、等等的这些啊，反正我主要是把这几个搬过来而已了哈。啊，底下是没有搬的，我主要是搬这些。好啊，当然下面可不可以一起搬过来？可以啦，不过比较复杂一些。我们先搬上面的部分，帮我们放过去。放到哪里呢？放到销货明细里面，一个萝卜一个坑。搬完之后的话呢，再把它回来之前哦，因为我要把它删掉嘛，清除掉。所以清除的话可以给空字串。最后呢，再把那个单号给加一，好加一。不过会遇到一个问题哈，就是文字如果你用文字不能计算，所以必须怎么样？必须哈把文字归文字。数字归数字，一分为二，前面的保留，后面的计算，计算完之后呢，两个再串在一起，哎，这样子应该怎么？比如说 S， 先放旁边，001来计算，计算完变002，再跟 S 串接在一起，就不会产生错误了。好 ，OK， 那这个我们按部就班来看哈。那这个是有关那个订购的这个 VBA 的逻辑啦，应该是各位比较容易需要花时间理解的哈。那在讲这个之前哈，我们先把那个该保护的保护起来。那保护怎么保护啊？其实非常简单，一全选这个工作表，全选，好，全选在右上左上角这边按右键，储存的格式，有没有看到保护？那记得哦，全选先把它怎么样？先保护，也就是意思就是说，全部的我都要锁定，锁定意思就是我保护了。隐藏意思就是说，如果里面有公式的话，那隐藏的意思就是隐藏公式，公式就看不到了。OK， 好，如果当然你这个不打勾，那当然公式会看到，可是是保护的了哈。看你这个地方以后怎么使用，那做完之后按确定。可是你会想说，老师，那这样子是不是全部都不能动了？没错，所以你必须怎么样，把不保护的这两个，还有哪一个呢？这个，所以按 Ctrl 键，还有这个 Ctrl 键有没有？就是先把全部都保护了，再把不保护的有没有取消？那怎么取消？按右键，就选完之后嘛，这个怎么样？选起来，按 Ctrl 键，除了格式保护哈，请你把这个范围怎么样取消掉啊？所以关键在这里，先全部，再把这几个范围，哈，怎么样呢？把它们取消掉。
也就是说，怎么样？你不保护的后设定，要保护的先全部锁。OK， 好，应该你懂那个逻辑吧？哈，好，那这样的话按确定之后哈，我们就可以再到哪里呢？再到校阅里面去做保护工作表，它会跳出要不要加密码。如果你直接按确定，将来就不会有跳出密码。那我比较建议你设一下密码。OK， 按确定。这个时候呢，他会要你再输入一次，意思就是说呢，请你一定要记牢，以后如果你忘记了，也没有人知道了，只有你自己知道。OK， 好，所以之前有同学就忘记了，跑来问我，我怎么会知道，对不对？哈，因为他也忘记了，我说我怎么会知道哈，所以这没办法了。不过后来有一个方式，就是说，如果你也忘了密码。有一招，后来同学有发现，就是说你把这个工作表丢到云端 Google 试算表，但是要记得转换成 Google 试算表，再把它下载回来，它的密码就消失了，懂那意思吗？丢到云端，可是丢到云端记得要转换成 Google 试算表，因为 Google 试算表本身是没有密码的，它就会把你的密码这个功能给这个功能哈、给算是去掉吧。去掉之后，你再下载，哎，那个保护部分呢就不见了。啊？对，你可以试试看。等一下的话，哈，比如你设了密码之后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把这个存档再丢到 Google 试算表，下载下来，哈，记得哦， Google 试算表有一个要不要转换，记得要转换，转换再下载，那个密码就不见了。哦，这个我有试过，是真的是 OK 的，是没问题。哦，有空的话自己再玩玩看，哈。好，那我们做完之后的话，哈，这个时候呢，当然你按取消保护了。如果说有新人知道，哎，你这个保护，那我取消看看，这个时候就有密码。那当然，如果你随便输入密码，它一定是不行的，对。那你这个时候可不可以保护呢？比如说我要修改它的总金额，点两下，哎，跳出来。但是我如果改数量，可不可以？数量，哎，数量没有问题，这个可不可以问题？好，没有问题，这个有没有问题？也没有问题，好，所以特别注意哦，你在选的时候，白色区域记得哈，一定要不要让它保护住哦，不然的话，你不该保护的，那保护住你不能动了，好，所以特别注意白色区域哦，这个区域跟这个，好啊，这些都可以变更，啊，不能变更的这个不能变更 ，OK， 那如果要取消呢？因为我有设密码，所以只有知道密码的人，比如说我要取消，那就是我自己按确定。这个时候呢就取消，你会发现公式就出来了 ，OK 就完成了哈。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，这一招其实还蛮管用的。平常的话，你可以保护你的一些资料不被看到了，尤其是公式，像这个公式你怎么做的啊？你如果不讲的话，也没有人知道怎么做的哈。啊，有些像 Workday 这个地方如何避开六日啊？这个其实说真的也有时候也要想很久。那如果你不希望人家知道的话，啊，可以这样做 ，OK 哈。那当然哈，这个顺便讲一下，这个密码保护啊，除了有那个公式保护之外，我好像前面有跟各位讲过，那 VBA 的保护应该还记得吧？这个有没有讲过？就是你写完 VBA 了，你很辛苦的写完这么多东西哈，而且也想了很久，终于想出来了，而且可以 run 没有问题了。那怎么保护不让人家？因为如果说学过 VBA 都知道，开发人员 Visual Basic 把模组点两下。你就写的东西，哎，全部都知道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如果你想很久的东西被知道，那当然有智慧财产权在，那怎么办呢？一样哈、可以密码保护啊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有没有讲过？没有嘛，好、很简单，按右键哈、这边有一个叫什么 VBA Project 属性，属性部分的话呢，记得哈、旁边不是有保护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上方按右键啊，反正这个区域按右键都会出现叫做 VBA Project 专案的属性。那属性部分的有个保护，对不对？这个打勾，输入密码，按确定，记得要存档重新启动。那你重新启动之后哈，它打开之后，比如说我这边一样输入密码，好，然后输入一个密码。啊，记得哈，存档不用，这边不用存档了，你把它关起来。再把它关起来，好，这边按4，
然后呢，下一次启动的时候，比如说我这边用那个开启哈，这边有个开启，然后刚刚的这个档把它打开来，打开来之后的话，我刚刚已经保护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哈，这边有保护，展开来会怎么样？密码有没有？只有我知道，就打开了哈。啊，不过呢，它会折起来啦，所以你把它展开来之后，打开才看得到，有没有？所以哈，这样子的话，以后呢，如果你将来写花了很多功夫写的，好不容易写出 VBA 的话，记得一定要加上那个，有没有 VBA project 有没有？啊，这保护起来，啊，怎么取消？记得打勾，好，记得把它删掉，删掉，再存档就 OK 了 ，OK 哈。所以其实这个等于你写好之后啦，当然也就是你的智慧财产权。好，那你要不要分享？那就看你自己决定了。因为现在我发现哈，反而大家最需要就是有没有一些 sample 啦。哦，其实好像应该要整理一些 sample。发现好像是不是以后就类似像云端白板？以后如果你想要做什么，然后云端白板上有的话，你就 Ctrl+C、Ctrl+V 贴上，然后改一改，哎，事情就做完了最好。但是好像似乎目前网络上好像比较没有有人做这些事情。哦，做最多的哈。所以，但是也不能够，但这应该是很多人可以一起完成这件事。如果都有的话，那对于后面想要做一些事情的一些入门者来说，是一件福音的哈。就像说那个最近很夯大数据，有一个另外一个语言叫 R 啦 ，R 语言有没有？那其实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说，它这一部分是比较，因为它是开放的一个。开放的一个语言啦，开放的一个环境，所以呢，网络上会有很多善心人士怎样，已经写好很多外挂，写好很多函式库，那你只要怎样把它挂上去，你就能够有那样的功能出现了，好啊，它那个是它的强项，不过它的缺点其实还蛮多的，就是光开发环境哈，这个比那个好太多了，这个已经是成熟到一个不行，那个东西的话是有点是。太简单的啦，你光这些编译环境哈，那个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再加强的，它有点像幼稚园阶段，这个已经是可能中少年已经是青壮年的，这个出来至少20年了，而且这个是付费的，好啊，那个是免费的 ，OK 哈，所以当然各有它的强项啦，不过看起来哈，这个好像似乎比较 OK 一些些啦，不过我发现好像那个现在好像比较夯一些些，所以未来我可能也会想一想说，哎，把那个跟这个比较一下，看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异啊？比如图表，两边都可以做图表啊，到底谁比较简单？其实我觉得这个简单太多了。好 OK， 好，这里的话哈，我想各位先试试看，刚刚提到的这个哈几个那个保护部分的话，可以试一下。好了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。就是工作表的保护哈，包含就是记得啊，先全选之后哈，再把全部先保护，再把白色区域不保护哈，再设个密码。第二个是 VBA 的保护部分啊，以后的话你也可以做一个保护哈。那也就是说你写完东西了啊，以后无论是公式，无论是 VBA， 那都可以不被其他人看到。哦，那这样的话，至少可以确保一下哈，就是说你在那个职场上面的优势，啊，不然的话，有时候你全部都做完了，那全部一下新的马上都知道了，哈，那马上就可以交接了，对不对？